小能手。我就不信搞不定你。这次应该没问题了。实验五十次都失败了，幸好我只吃核桃就满足了。主人加油哦！哇，好香啊！终于成功了。主人棒棒的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成功的。太难吃了！忙了一天，为了还要做饭。要是一回家能吃上热饭该多好啊！什么东西啊？谁乱扔垃圾啊？这个是电饭煲。吃的？呸呸呸！肯定是坏了，煮饭太难吃才被人扔掉。要是我把它修好，就什么时候都有饭吃了。哎，导游，你这会动的高科技是什么呀？这是智能电饭煲，以后我就靠它吃饭了。好香呀，香啊！是哪儿飘来的呀？哎，那边。好喝，俺从没喝过这么鲜甜的鱼汤。不错不错，强哥做的会差吗？给我留点啊，头钱。为什么我连电饭煲都修不好？我可是北半球最优秀的科学家呀！对称了，这味道是比刚才做的还好喝。哎，那是我的电饭煲。天才威，味道居然正常了，这电饭煲哪来的？从天而降的废品，被我修好了。就你？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修得好？这有什么难的？我可是狗熊岭的发明小能手。哼，可笑，只有我才配叫发明小能手。你不觉得？你居然敢小看我。光头强，敢不敢跟我比比谁更厉害？没兴趣。你当然不敢了，毕竟你只是个普通人，胜负已定。谁说普通人就不能成为发明家？我说的。好，我跟你比。烤箱，过来。这是我新发明的智能烤箱，它将打败你的电饭煲。哼，别高兴得太早。光头强，俺回来了，再给俺做点好吃的吧。哎，你这是？天才威，你来这干啥？别担心，我只是要和他比试谁做的食物更好吃。你要不要做评委呀？真的，正好用俺的苹果做吧。啊，舒缓的音乐可以激发出食物最优质的味道。噔噔噔噔，醒醒熊啊！酥脆可口的烤苹果来了。先尝尝我的水煮苹果。好好好，哎，都等不及了。好香呀。怎么样啊，熊二？我忘尝味道了。哎，再吃点哈。都好吃，没啥区别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一样？是不一样，听了音乐都没我做的好吃，自然是我赢了。味道一样，凭什么算我输？再来一局，熊二，食物。本来是当夜宵的，
看来得提前吃了。哎，你在干嘛？传统工艺没见过吧？哎呀，好了，请品尝。谁的更好吃？哎呀，别光顾着吃啊，快说呀！都很好吃。熊二太不靠谱了，那我们就换个评委。哼，敢不敢比试点别的呀？我的烤箱可是多功能的，我的电饭煲才发挥了两成功力。哼！电饭煲挖萝卜是不是很厉害？哼，本天才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科技的力量。感受到差距了吧？差距没感受到。你，萝卜糖，我们帮你拔了这么多萝卜，来评判一下谁拔的好吧。萝卜还没熟呢，我只是来除草的而已呀。哎呀，哎呀，俺的腰啊！行的，是不是腰酸背痛啊？我的电饭煲有按摩功能，特别舒服。来来来，试试试试。电饭煲，按摩。啊！力度大点才有效果嘛。完美，去吧。快去呀！暖暖的，舒服。天才威，没办法，实力决定一切，是不是，兄弟？能再加大点力度吗？没问题。哎，咋有股烤肉味？哎呀，好疼啊，好疼啊！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蔡威，快钱！快走啊！哎，快走啊！哎，这水果！哎呀！看起来很好吃。哦，快！熊二，难吃。熊二，你的烤箱质量不行啊，都失控了。胡说，质量绝对可靠，只是个小意外而已。赶紧给我停下！天才威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！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发明家，自己发明的东西都控制不了。你，哼！好了，干得漂亮，我的小包包。把你拆了，看你还怎么折腾。要是光头抢险制服了烤箱，那我岂不是……你看我的！一定可以的，一定可以的！哎，搞定了！我的方法比你快，我赢了！你厉害，我这个普通人终究比不上你这个天才，行了吧？哎呀，缠得可真结实！熊二，你们，这面条比刚才的饭团好吃多了。我的小包包，今天你可是立了大功啊！
天子妃，只有我才能发明出这么好的电饭煲。我的小包包。真假表哥。棒棒，棒棒，你的信。蹦蹦你好，我是表哥，好久没见了。过几天我会来一趟狗熊岭，表哥要来了。太好了，表哥要来喽。救命呀，救命呀。发现目标。什么声音？跑不动了。你赶着我呀。哎，那是谁呀？走开。你没事吧？糟糕。谢谢你救了俺哈，俺叫熊二。嘿，你叫啥呀？洞洞腰。嘿，洞洞腰。嘿，俺好像没见过你。你吃蜂蜜不呀？我不吃蜂蜜，我吃核桃。核桃。你是蹦蹦的表哥？是不是来找蹦蹦的？蹦蹦都跟俺们说了。蹦蹦。对呀对呀，大家都盼着能见到你呢。哎，你不是蹦蹦表哥吗？我就是蹦表哥。哎，那就对了，俺带你去见蹦蹦哈，他一定很开心。好啊。表哥你快点哈。来了。那个熊啊，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。哇，好新潮的项链啊。俺把你表哥给带来了。表哥。他是你表哥，叫洞洞腰。刚才他还救了俺呢，可厉害了。你是我表哥？对呀，我记得小时候表哥比我高的呀。平时吃的多，光顾着长肉，忘记长个了。听蹦蹦说你是功夫大师，本王在这儿可等了好几天了，不会是蹦蹦吹牛吧？我才没吹牛呢，表哥从小就练功夫。双截棍本王也会，这只是热身，接下来是真正的拿手绝活，徒手劈西瓜。我上哪找个西瓜呀？俺这儿有。表哥请开始吧。来呀来呀。还会其他的吗？比如胸口碎大石。表哥，这都是些什么呀？我忘了告诉你们，我现在是一名发明家，这些都是我发明的。你看啊，苹果。哦。看好了。哇。看起来很好吃呀。这个不能随便吃。这叫诚实面包，吃完以后20秒钟之内会说真话。熊大。熊二。熊大，你咋闷闷不乐呀？早上俺跟光头强在做发明，本来想帮他，可他却说俺们动物不懂发明。这小仓鼠是谁呀？熊大，他不是仓鼠，他是我的表哥，功夫大师兼发明家。对呀对呀，他的发明可厉害了。不如俺们带表哥去跟光头强比试比试，让他知道俺们动物也懂发明。这提议不错，本王给你们当裁判吧。那俺们快出发吧。好。突然好想上厕所呀。等熊二，你脖子上什么呀？是不行了。带带吗？蹦蹦表哥跟我比发明，亮，变长。哎呀，哇！
这是多功能导游旗，它还能雷达预警，只要发现飞行物就会发出警报。光头强，你的雷达怎么没响呢？没道理啊，嘿嘿，一看就不靠谱。快看，会飞的鲨鱼。那是个飞行器，我的导游器没坏。哎，哪来的飞行器？怎么回事啊？快来帮忙啊！表哥，快来帮忙呀！哎呀，你熊大，熊二，你别扯我裤子啊！熊大、熊二、光头强，快救本王！快追！预备，放！别接，二来了！熊二，这边！撑不住了！得赶紧告诉大家！奇迹熊啊，你们没事吧？蹦蹦，熊二，项链还给蹦王。项链？这条项链哪来的？那是蹦蹦表哥送的，咋啦？本王想起来了，刚才项链一掉，那股吸力就消失了。蹦蹦表哥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去看看鲨鱼走远了没有。他不是我表哥。表哥刚来信说有急事来不了了。这你到底是谁？我干飞碟。飞碟在哪儿呀？俺那么喜欢你，你为啥要骗俺呀？你到底是谁？让本王看看你的诚实面包到底有没有用。据说吃了之后20秒内就会说真话了。说，你是谁？来这儿干啥？我叫洞洞妖，是天三威博士的助手，来森林抓你们。熊二把我当成蹦蹦表哥，我就趁机将项链送给他。项链可以发出坐标，吸引飞行器。又是天蚕威，就是这东西害了本王这么倒霉。你们看，这是我第一次执行任务，一定要把你们都抓回去。小心！你找人给躲起来！想走，没那么容易。奇迹怪物！熊大！蹦蹦！嘿嘿！快躲开！你们一个都别想逃！怎么熊二也被抓了？熊大，快想想办法呀！让俺想一想。动动腰！这什么东西呀？完了完了，飞行器坏了，这回主人肯定会生气的，不跟你们玩了。站住！孙大，送我上去。好。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强哥的厉害。我是不会让你破坏我的好事的。成功了。光头强，怎么办呀？你快！竟然让洞洞妖给跑了。别管他了，咱们得先帮熊二解冻啊。去那边，那边有太阳。
赔上了我的发明，你居然一只动物也没抓到。我不过有了挑战，我的脑细胞才能真正沸腾起来，下次由我亲自出马。美梦枕头。光头强，你该和俺换班了。光头强，真是没礼貌，一门都不敲就进来了。我们天天都去巡逻，也没见到有啥危险呀。一天不去不会怎么样的。熊大刚亲手捡了个捕兽夹，俺们觉得是天才威又来抓动物了。这些天俺们可不能偷懒。熊大他是不是太紧张了？不管怎样，赶紧起来吧。这关系到森林里动物的安全，不能懈怠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一会儿就去。是不是有个枕头跑过去了？明明是面粉。熊二，你一定是困得眼花了。好像是，所以你该和俺换班了。知道了。真是辛苦了。好困呀。就偷偷在这儿躺一会儿吧，反正光头强出门了。小蝴蝶，小蝴蝶一起玩呀，小蝴蝶，别跑嘛，一起玩。我终于画好了。蜂蜜雨，太棒了，是蜂蜜雨。你就好好做你的蜂蜜雷梦吧。蜂蜜，就知道那两头熊大惊小怪，转了一圈啥事也没有，耽误我睡觉。哎，今天的床怎么这么软呀？蜂蜜，熊二，你怎么在？蜂蜜，你别跑，放开我！要睡你回家去，不起来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好吃。好吃，赶紧报告主人。哎呀，主人怎么还没来呀？急死人了！好饿呀！欢迎大家，不行，我要去找吃的。海岛蛋糕，嘿，好饱啊！好吃，董子耀。我可爱的助手，你认真工作的样子太让我喜欢了。这是你最喜欢的核桃，全是你的。嘟嘟，别跑那么快。主人，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把他们抓起来？熊大给俺，这是俺的蜂蜜，俺的蜂蜜。熊大还没上当，本天才要一网打尽。人呢？熊二、光头强。你们咋睡着了？不是说了去森林巡逻吗？熊二，醒醒！熊二，熊……哎呀，这咋睡觉还会传染呢？谁把我吵醒了？熊大，你俩可算醒了！咋还下雨了呀？我刚才梦到全世界的人都来狗熊林旅游了。我还梦到嘟嘟来了，俺梦见整个森林都是蜂蜜做的。要是给天才飞趁机抓动物的话，那可就糟了。我还没睡醒呢，一分钟就一分钟。天才飞，站住！天才飞跑哪儿去了？本天才要将熊大他们一网打尽，以后狗熊岭的动物就全都是本天才的了。主人好棒啊！
王老板一高兴会给我更多的支持。哎，谁？哼，休想！不准你伤害小动物。糟了，本天才的邪恶计划被发现了。不过不要紧，本天才还有更邪恶的计划。好，熊大，有本事来抓我呀！就你这笨手笨脚的熊样，快回去冬眠吧。几个小看俺，站住！抓不着。来来，你能抓到我吗，笨熊？陈德威，你别想跑。总算甩掉了。主人，我们还要演熊大剧多久啊？我看差不多了，熊大应该累了。找到你了。跑哪儿去了呢？嘘，还是回去叫上熊二、光头强一起帮忙找吧。哎，累坏俺了。太聪明，睡得可真香啊！先睡五分钟，再继续找吧。熊大，快醒醒，俺给你准备了早餐。这里是。咱们的熊洞，对呀对呀，俺已经打扫干净了。熊二，你居然也爱干净了？熊大，快去巡逻啊！今天你咋变得这么积极啊？你以前不是总抱怨要天天巡逻吗？因为俺要像熊大一样保护家园。不对不对，今天熊二变得完美的有点可怕，俺不会是在做梦吧？不疼啊，果然是在做梦。哎，等等，俺刚才去追天才威的时候，他还嚷嚷着要捉动物。但他啥工具也没带，竟带着俺瞎转悠。难道？洞洞妖，接下来就交给你了。是，主人。主人，美梦枕头可真厉害，连熊大都没起疑心。熊大不也是在美梦枕头红光范围内做着美梦呢？谁还想醒来？红光美梦枕头，原来是这样。只要把这俩熊冻住，要不了多久就会有源源不断的资金了。主人的计划简直是完美啊！这怎么可能呢？美梦枕头怎么对你不起作用呢？天才威，你太狡猾了！主人，你。放开，放开呀！洞洞妖，主人，洞洞妖，天才威，快把熊二放了！哎，别别别，我这就拿解毒喷雾，你等我一会儿啊！哎，等我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我放哪儿了？熊大。哎呀！哇！这都能躲？我让你躲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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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快就没了？天才威，喷雾用完了吧？看你还咋抓俺们！变阵走了！忘了告诉你，我带了两瓶。差点把光头强给忘了。不准砍树！不准乱涂乱画！乱涂乱画！不准乱扔垃圾！不准你破坏环境！哎呀，熊大熊二，求你们别吵了！还有你，整天就知道抓动物，动物没了，谁还来旅游啊？你，不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什么？这是香水。香水？没错，这个叫万人迷香水，只要轻轻一喷，你就会变成最受欢迎的导游。最受欢迎的导游？想骗我？哼，有两下子。看飞机！啊！天才威，给我站住！打不着，哎，光头强打不着，来来，看招，不闪。哎，真是可惜了，差点你就赢了。糟了，
原来是这个枕头搞的鬼，难怪俺不相信你。嗯。主人，主人，主人，你快醒醒啊！不要丢下东东呀！哎，我的美梦枕已经失败1001次了，看来还是不行的。不过为了科学，东东瑶，我们再试一次啊！别做梦。